不喝酒的人搞不懂喝醉酒的乐趣是不是在于失去记忆，也就失去了责任感这件事情，就会做出。我现在不爱失忆，我现在喜欢喝到是开心，然后就差不多了。是，所以今天这几位来宾他们要讲的喝醉酒的故事，其实不是你的境界。我以前想当初也很爱失忆，可是现在要恢用两天来恢复，我就有点害怕。上了年纪了。是。好，欢迎我们的五位来宾。欢迎。其中呢，有几位是已经一副要定下来的样子，Junior 没有问题，高山峰先生令我们很惊讶，就是他依然在他的微博上举办后宫美女大赛。我有看到，你有看到，那为什么你不参加？我干嘛参加？你不是只征求未婚单身者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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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男女皆可。男生女生评审标准，那你干嘛不参加啊？我为什么参加？你为什么不参加？你这么热爱高跟鞋？评选标准是什么？穿男生也要穿高跟鞋，男生也要穿高跟鞋。所以重点是要穿着高跟鞋，不管脸长怎样。没有没有，其实我没有在意脸，有些人他没有露出脸，没有露头。我看到的是他用那个图案把自己脸挡住。对啊，也可以啊，因为他主要展现的是腿的力与美，以及高跟鞋的力与美。对，那你老婆可以参加吗？他有参加。真的假的？他有参加，而且他也大赌我啊。所以你夫人其实很 enjoy 跟你结婚以后这种种种的乐子，是不是？可能是有一些乐趣他以前没有感受过吧。是，对对对。李毅先生，据说在准备新房，是真的吗？是，然后也准备要新婚。所以订婚是已经发生了吗？没有没有发生，就直接结婚那天一起，只是订婚是一个承诺。哇哦。所以我不会羡慕 Mountain 哥这样啦，因为我现在微博只能发我每天做菜给他吃啊，我们一起去那里吃饭这样，不能甄选美女。不会啦，不一样的哦。所以六月会吃醋，也不是吃醋，但就不一样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看不到他不是要跟六月结吗？不然还要跟谁结？你们都知道他跟六月交往的时间，你们都一直知道他们两个在交往吗？不是很清楚，我后来才比较清楚，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教会，他们刚开始两个一起出现，我们有觉得是朋友而已，后来越来越明显了。他们没有在避讳，没有在避讳，所以教会的事你还在热衷是不是？一定要的啊，持续要。你今天有一个商场上的竞争对手带了他们家卤味来，是一家人卤味。就是一家人，就是由我双胞胎哥哥亲手，就是从食品的、从材料的采买到制作过程，然后现在我推宅配这样。你知道他在卖鸡吗？我知道啊，我们两个人都有，就是两个人还在后台开会，以后我们要怎么合作，造一个平台，然后互相配合。可是你好像赢他，因为你说现在订了要等多久才拿得到？就是现在至少要等一个月，就对大家比较不好意思。哦，因为我们才每日新鲜制作，然后对不起对不起，这句大家没有听到，你说什么？小马赢，因为你们现在闪钻鸡一定要等四个月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太夸张，40天了。所以等一下也会邀请大家品尝一下李毅带。谢谢。今天真是委屈大家，就有下酒菜却没有酒给大家。可以可以，我们其实很敬业，因为知道今天的议题是最后大丈夫之类的，所以我们从昨天喝到现在。对，你现在还在宿醉中吗？对，好表现一下，羞羞了。其实我今天是来漂白的。可是李毅跟你们是会一起喝酒的人吗？哎，有有有，偶尔。李毅，你跟黄小柔约好了在路上以侧翻的方式前往 KTV。对，意思。是侧翻是什么样子的侧翻？就是现在我现在表演一下，等一下表演一下，你麦克风把它拿一眼可以这样，没关系，可以吗？你确定吗？我以为很简单，因为要大动作。对，就是我跟黄小柔两个人，就有一天吃完饭之后喝酒之后，然后我们就。那时候跟史丹利蛮常在一起的，然后我们史丹利作者史丹利吗？对对对对，然后他就热血嘛，那其实我也是一个很热血的人这样子，然后就我们就跟小柔说，那不然我们侧翻跟斗，一直翻到搜狗钱柜，敢不敢？然后我们在市民大道跟复兴南路，那很远嘞，蛮远的一段路，远嘞。小柔就说，哪有什么不敢的？然后就我跟他两个人就开始翻，就这样翻，麻烦示范一下。好，哇，我说我们就说，对，我们要开始翻了，然后就。一直这样翻，翻到那个搜狗钱柜。当时几点？当时大概八九点吧。晚上八九点，那不是路上很多人吗？有啊，路人还是一直看的，还在那边笑，还有人跟我们加油。他们现在已经在研究下次是后空翻了。但是我还跟史丹利也蠢到，就是两个人。就是你们原本刚刚说在地上嘛，我跟他两个人就说好，我们在那个忠孝东路二一六巷口那边，
然后我们就说，我们两个人要游泳游到仁爱路口，我们两个就在地上，然后这样子游泳，然后就可是那样没办法移动、啊，没办法游，没办法前进，要不然再示范一下，再示范一下好了啦。好，可以啊，对，再示范一下。哇，我们今天看好多示范。假如以蝶式的话就有可能、啊。对对对，我们两个人游，哎，真的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要先跳水。对，没有跳水，我们两个人就这样，然后就你跟小楼那一段的时候，小楼是穿裙子还是？小楼穿裤子。对，可以。所以小游，但是搬完之后变成裙子了。你刚刚什么练？就是我们就那一次是这样。大家好朋友，你早点跟我讲这种事情，我好列入考量范围。看好哦，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。我就跟史丹利说，好，我要自由式，然后我就一直这样。Oh my god！ 一直游。哇塞，你这边有活力，你因为这样子在柏油路上、啊，对，然后有比蛙式好前进吗？当然有啊，因为蛙式动作很大，而且手会很痛。你们这样不就会磨破皮吗？然后两个人就跟白痴一样，一直嘻嘻哈哈哈哈这样子。这是然后隔天回去手就还有流血。游去哪里？游到从216巷中央东路口游到仁爱路口。哇！太远了吧！手掌跟肚皮应该都破了吧？就那天还好，就是有穿一个 block 的，对啊，大家对啊，很远，到收入口就好，手有流血啊，那时候，但就觉得很猛很猛，就非常热血。那时候 Junior 都不在场，那时候他们还没交往，那时候还没交往，所以小柔有一阵子跟你比较熟，是不是？我们一直其实都很熟。那我跟阿 Ju 只是认识，但没有到那么熟。所以小柔跟阿那个 Junior 在一起之后，有戒掉这些疯狂行径吗？现在他都不大约我出来，因为我老是会起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黄小柔跟你是没有火花的，没有火花，没有翻出感情。但他真的是对啊，就是男女之间有纯友谊的。你跟六月怎么会有火花啊？嗯，是因为游泳游到一半遇到他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教会吧。Yes， 哦、oh, 啊，很好、啊，对，有没有包生男女啊？这个，然后加上就是，可能因为他年纪比我大，然后可能就是也比较懂我在想什么。OK， 所以是在教会，然后开始聊天就爱上对方，也没有，就是慢慢相处啦。因为其实我们本来是同一个经纪公司，但是一直没有很大的交集，甚至是他介绍我进去他们经纪公司，他还忘记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是。就是我们因为共同的教会的关系，然后就这样认识，慢慢比较熟。那你跟他在一起之后，还可以疯狂的喝酒吗？他其实不大会管我，我觉得这才是就是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欲擒故纵。比如说，跟女朋友，女朋友都不喜欢男朋友出去玩那一种，可能一个礼拜你只有两天可以出去玩。但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，他都希望我一个礼拜出去五天呢、啊。哦，这六月很厉害，他都希望你出来一个礼拜出去五天这样子，然后。然后就是你不要烦我这样，因为我都会跟他讲说我到哪里，比如说我跟谁怎么样，他会觉得我很烦。然后甚至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一点是，他会我到那个现场，比如说我跟他们约了之后，我到那个现场传给他简讯说我到了之后，他都不会再打给我。那唯一会打就是说，那你今天会要回来睡觉吗？然后门要不要锁？所以从我根本就不可能不回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定会回家。那是一种无形的那个狗链。就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地方，越不控制你，你就越对。这一集要出现，而且你看，你那天还你早走，六月还待到最后。对对对，对啊。所以我都说我娶到一个梦幻，将来要娶到一个梦幻人妻。所以他要玩的比你凶，你才会觉得他也不输了，是不是？不会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因为有宗教的信仰关系，也不敢喝得太醉。是，以前真的是我今天才漂白，以前真的是我醉得很夸张。可是小马有宗教信仰以后还是喝很醉啊。可是我以前是喝了酒之后就是脾气比较不好，现在喝了酒之后我觉得好像还是会比较斩凉，但是我都是改变另外一个状态。是，例如说我喝醉酒之后我就变马牧师，然后我就一直会叫灵允我帮你祷告，然后我就一直叫帮我祷告，然后对每个人我都祷告祷告祷告，帮你祷告祷告。我刚才在化妆间不小心偷听到你讲一个故事，我也觉得很夸张。他在讲跟大家讲说他一个东西不见了，然后他就还没找之前，他说没关系，我现在那个闭着眼睛祷告，是不是？对，他是一个那个我的车钥匙，一个小小的锁，很小很小。然后我去台中开会的时候，不小心我那个东西掉了，那。整个公司就开始找不到，然后我就说你们不要急了，我现在祷告一下好。就一祷告完之后，眼睛一张开就在我的脚前面。我说哈利路亚。应该是你员工本来拿了，然后赶快放过去。放在你眼睛闭的时候。对啊。高招，高招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更好笑，我戒烟戒一年多嘛，然后最近不小心的时候有不小心觉得压力有点大，
就开始有抽烟。结果那天到了那个台中开会的时候，我还跟我的 partner 讲说，我最近怎么又开始抽烟了？但是我话刚讲完，我就开始点了一根烟起来抽。就抽了之后，我们再聊这个事情。聊完之后，我吸掉之后，马上又顺手拿第二根烟的时候，挂在我们办公室里面有个禁止吸烟的牌子，突然间咚掉下来，我说：“哎呦 ，My God！” 之后我就说我不要抽烟了。你是在演婴儿房吗？不是。我有特别问过，最近新的这一个新的，因为这个可能跟我们的信仰，人家比较不知道的人会不了解我们在想什么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上帝当然会有不各式各样的方法来，所以神可能在跺脚说你怎么又抽烟？对，因为我问过说那个牌子挂在那边多久了，从开幕到现在挂在那边没有掉过，为什么我抽两根烟，而且我还讲说我不要再抽烟了，然后点两根之后咚掉下来，哎呦。你上次没有来康熙的时候，其他去参加妥中康在关岛婚礼的人有来上康熙，我知道。然后他们集体认为你就是一个在关岛最喋喋不休的人。是啊，他的喋喋不休让人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他从来不会词穷，他就而且他是瞬间，他一开始就还好，就还喝的还好，但他就 OK 没事。他突然间坐下来之后，我就看他，我想说，因为我以前就有跟他喝过酒，我就知道他，我最清楚他喝醉大概什么样子。我大概知道他要发作，我们就站在聊天。他突然间站起来，他站起来就这样，然后就开始了，就一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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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就把他送回房间。他讲的话是东西吗？他清楚的吗？就是这样，我模仿的就一模一样，完全一样的发音，就是一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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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是喋喋不休啊，这没有内容啊。可是张克凡说他在聊闪钻机啊。原来他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沟通。张克凡那天有跟我聊闪钻机，刚刚鸡的语言，你刚刚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鸡的语言不是，就是我会讲那些外星语，因为我鸡话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看过飞碟的缘故，就是我常常喝醉酒的时候到了一个状态，你不要再乱问了，对，而且看我无助了，他跟我讲幽吗？幽不干，你没有听过吗？等一下会有法文出来啊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同一个教会。他刚刚其实讲一个话，有点吓到我。他说，他刚什么？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看到自己的灵魂，然后在讲方言。我想说，哎，我跟 Junior 就互看了一下，想说，对，我们属灵恩赐也没有这样。你这不是，而且他合乎教义的耶。他以前喝醉开始讲火星话的时候，他会讲笑话，他会讲怎么怎么怎么，然后整场就是这样。他到底在说什么？他自己讲超难听。Junior 醉过头，枕边人都不认识喽。刚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就出去喝酒，就喝醉，是，他就想要照顾我，他就把我带到他家这样。以前个人比较爱玩，然后就会有不好的习惯，就是只要醒来不在我的床上，早上6点会惊醒，然后我就要醒来，这样起码2点，6、7点差不多该走，我就开始穿衣服，然后到了门口就跟后面还说，还帮你站住，我就干嘛？我是黄小柔，我是你女朋友。哦，对啊。不是有外语节目吗？那外语节目的工作人员跟我相处7年了，我7年里面有一个叫一个，我们就叫5000，我的工作人员，他已经被我训练到会跟我同样，我们可以对话。哎，哇，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对话，我就阿拉巴巴拉，然后就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就我们在喝醉酒就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沟通，好感人。可是你知道那种沟通，你知道太好了，神奇耶！我完全觉得恭喜你，恭喜。今天先讲 Junior 的事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事情太丢脸了，就是他从黄小柔的床上爬起来以后穿衣服的事情。哦，这件事真的很丢脸。黄小柔，那是喝醉了啦，喝醉就可以。因为就是你告诉我发生的时间点是大概几个月前吗？差不多，那时候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。然后就出去喝酒，就喝醉了。是，他就想要照顾我，他就把我带到他家这样。哇塞！真的，因为我很醉，然后我就睡觉，然后我就是我还借了短裤，然后就穿了，我就睡觉。就我喝太醉，然后你知道，就是以前个人比较爱玩，然后就会有不好的习惯，就是只要醒来不在我的床上，早上6点会惊醒，然后就是赶快就是穿衣服，然后就赶快走人这样。因为你是不想看你旁边那个没有化妆的样子，对，赶快先睡。对，对，所以要说再见吗？不是，因为12点就要退房，没有，留个 no， 而且留下一个纸条什么之类的。他很醉忘记，然后我这样醒来，这样起码2点。6、7点差不多该走，我就开始穿衣服，然后到了门口就听后面还说，还帮你站住，我就干嘛？我是黄小柔，我是你女朋友。对呀。
黄小娥怎么能够忍受跟这样的人交往？我真的觉得他就是。所以你以前最棒的 timing 是对方还在熟睡的时候，你就赶快走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。我请教一件事，说不定这人还不错，你不一定要赶快走啊。你醒过来是不是应该先打量一下，说这个人是不是还不错？不知道哎，不对才走吧。这样是久了，这种就是惯性了。以前太多就已经知道不会有好事就对了。对，久了都知道转头不会看到太好了。那也不用留一句话，或者拿个口红在镜子上面写句话。我也不知道，也没那么浪漫。他会发微博给。知道啊，就很本能反应，就要走，就被骂。那六点如何醒来呢？会惊醒，就你始终生命一种。比较不一样啦，所以醒来的时候从来没有女方是痴情的睁着眼睛望着你的吗？太有，我都很早就起来了。可是你不会早上起来之后又觉得说可以再跟她缠绵一下吗？不会想到那，因为宿醉的状态下不会有太好的。所以你的行为模式就是说醉了，然后发生了，然后睡着，然后一醒就闪人，就这样，从来没有留恋过。基本上等于说你根本也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事，是不是？其实今天来录这一集在蕊的时候，就我们说，就是我们喝醉之后发生的趣事。这对我们几个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问题，想不到，想不起来，不太能记得的时候，一定要回忆想不起来。然后你就要打电话给朋友问说：“哎，我喝醉的时候大概有什么事情？”这样。那如果小柔当时没有叫住你说：“喂，我是黄小的时候，你就出去了吗？”哦，可能会忘记我这个女朋友这件事。不是啊，就是我其实那个时候还在宿醉，是一时脑筋没有转过来。小柔有没有望着喝醉中的你而困惑过，说他是不是要跟你继续下去？有一次就是我们出去玩，然后去南部吧，然后也是玩，后来就喝醉了。然后据他隔天说，就是他看着我在那边打呼睡觉的时候，心里面深深想的就是说，我确定要爱这个男人吗？他很深的怀疑过，他有挣扎要把枕头盖在你脸上。据说他是行李打包好，站在门口想了很久，真的要不要走这样？对啊，他自己不是也是酒咖吗？他可以。他不太能忍受你喝醉哦。基本上我们两个都会配合啊，他喝醉的时候我就不会喝醉，我喝醉的时候他就不会喝醉。可是我觉得女生至少不会在衣柜或者是客厅尿尿。因为我觉得男生喝醉乱尿尿这件事，我觉得是我那天听到一个男的，他说他们家闹鬼啊，然后他太太就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昨天晚上起来尿尿的时候呢，我才刚打开厕所门，灯就自动亮，然后有一阵冷风扑面而来，就他太太说你就白醒尿在冰箱里。因为我听过很多女生抱怨他们的男友尿在各处，对啊，林毅有尿在人家阳台上啊，对，也是女朋友吗？不是，不算是认识的女生，对，认识的女生这样。然后因为我真的喝太醉，那你喝醉为何会在她家？因为我真的醉到不省人事，可是我的朋友又绕跑，那没办法，他一定要送我回家。然后他就送我回家，把我丢在客厅，然后他就去睡觉。女的，对，那好死不死呢？他家客厅，他家阳台的方向跟我家厕所的方向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就惯性就可能。也是一样，到生理时钟到了，我必须要尿尿了，我就走，然后就刚好那女生可能她听到外面有声响，因为门打开，听到走出来看她傻了，我是站在阳台那边尿完之后，我就再走回去。那如果楼下有人经过，就是被你淋到啊？对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所以这样的朋友不会，你不会再这样，他就会感觉很可耻吗？我就很丢脸，很不好意思啊，就是然后就。他是因为怕就是负责任逃走，我是因为不是这样讲，我是因为怕丢脸逃走。我也是就是那个早上一醒来发现这里是哪里，我也不知道，然后隐形眼镜又掉了，我真的看不到，我是匆匆忙忙也找不到纸条那一种，然后最后有啦，找到一张纸条，赶快写了几个字说对不起，然后怎么样，他会留纸条，对，然后他比你高级啊，他留。然后我在那边要爆料一个，就刚讲，其实我跟。黄小柔为什么这么好？也是因为我不是吧？不是我第一次喝醉，就是在他家。你尿是在他家尿的吗？不是尿在他家，就是我那一次是也是因为朋友找，比如说像小马找我，然后跟小柔约，然后去了之后呢，那天山峰，那天我喝挂了，我真的就是喝挂，然后那是我，然后就我的朋友要跑掉，然后小柔跟他那时候的男朋友就想说。她男朋友还因为这件事情跟小柔吵架，因为小柔就说不行，李毅已经醉成这样子了，就是至少要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，是，要不然把他们带到我们家里客厅这样。那因为他那时候还有他的室友，
所以她男朋友就很生气，一个不认识的人还要她带这样，然后把我扛，然后我听说我还是边走到他们家说，哦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就这样一路吐上去一样，然后到早上我起来之后，我就是怎么看到这又是哪里这样，然后我发现我吐在小楼的沙发上面，然后那。然后我就又很尴尬，然后我就赶快就是会帮人家清吗？就我就是赶快整理一下，可是真的你没办法，就擦不掉，我也不知道他的厨房在哪里。嗯，然后我就又留了一个纸条，然后留了一个纸条，然后我记得我放了2000块、3000块，说不好意思，这个还放钱清洁费这样，就是你很有礼貌哎，我真的喝醉了这样，然后放钱这个习惯就更差了。你要放10000块嘛，放个2000-3000而已，2000-3000块你知道吗？还自以为行情价，然后就放在那边，就后来。我就逃走，然后逃走之后呢，小柔其实也蛮可爱，很妙。后来小柔下午就打给我说：“你还好吗？什么这样子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没有没有 ，OK。”他说：“那你现在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我在那个华视附近。”这样，他说：“哎，我刚好在附近，那我过去找你一下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好。”就看就一过来之后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昨天还欠我1000块，钱柜唱歌没给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就是真的太醉了这样。”他还蛮可爱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变得跟他很好的朋友。黄小柔看过你最狼狈的样子，对，大概就那一次。需要帮你换衣服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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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？你把我当隐形到的程度？我一直在看我小柔，好像是久看，但其实他分得很清楚。对了，因为小柔最专长就是见死不救啊。对，这集应该要找他。所以下次为什么他是很会摸走的人？时候到就差不多那个人醉了，走，然后就会他怕麻烦。对，他有，但他会分啦。我觉得很信任他，就是他是。朋友是朋友，对，他真的分得很清楚，分得很清楚，他不会说有越轨。对，所以你，请问你6点醒来逃走以后，对方都不会再追杀你吗？我没有留手机号码。那你那天有放钱在床上？没有啦，不是，好，这个过去就不要再提了。这个，然后这样的人也绝对不会上网去爆料说昨晚我遇到的是 Junior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很幸运哎。怎么都没有遇到疯子？你宣布结婚的时候，难道不会有十几个人出来说我们是参加过这个俱乐部的人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这种状况不常见啊，偶尔。可是我在电视上 ，OK 了。不要再讲了，太可怕了。你们现在有比较不愿意那么喝醉了吗？基本上我跟他就是两个还常常就是很开心的做到，就会醉到很夸张的。现在还会这样？像我们上次去北海道啊。就发生了这件事情，也是我后来他跟我讲，我才知道。是，就我太开心了。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跟你讲，任何事情都以为是你做的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有可能是。然后我那一天太开心，我一到北海道就一下一到我们的饭店，就是我们是住小木屋，很漂亮，大家一起住那样，有客厅啊，有厨房那种。那我到第一个晚上我就太开心，就喝太醉了。是。然后据说我一开始喝醉的时候就开始把每个厨房的柜子打开。他们说你在干嘛？然后我就说，这冰箱真的很难找。然后我就开找每个冰箱，找每个柜子。然后就算后来我喝太醉，小柔就叫我去洗澡。那我就很开心，因为我去北海道很冷嘛。然后我爸有帮我准备那个卫生裤。嗯。我这辈子没有穿过卫生裤，然后我就觉得这爸爸的爱，我就很开心。我就好开心，我就把行李箱打开说：“你看，柔，你看，这是我爸给我卫生裤。”然后小柔就说：“好，你赶快去洗澡，赶快去。”我就带着卫生裤进去，然后就听到里面叮叮叮叮一阵。然后洗完澡之后，我还冲出来想去客厅跟大家喝，我就穿着卫生裤，上半身没有穿，然后就好高兴从浴室走出来，哎，大家你们看我的卫生裤！然后小柔就后面一直尖叫，因为就是卫生裤有那个裆啊，然后他说我是这样子，叫我卧槽，好丢脸！然后我就这样子冲出去，然后他气死，把我抓回来，放回去。卫生裤就本身已经不是特别讨喜的造型，也是搞成这个样子。因为很开心啊，就是爸爸给的卫生裤。你爸给你卫生裤叫你这样穿的吗？高山峰喝醉酒和朋友宴席的段炳生。一开始是我跟他肩并肩站着喝酒，然后呢，就是后来不晓得一个光头突然从我们两个的背后吐了，两个男生就把衬衫都脱掉，然后拿那个纸手巾就擦对方的背。结果呢，那个洗手间在那个时候呢，又闯进了一个 A B C， 然后那个 A B C 也喝醉了，然后他就说。怎样子？就是我朋友说我去长大他，我就在那个厕所里面说，哎，不要这样，尽量擦背。你已经开始营救你，已经营救你那件事了。你们都是失忆的，是不是？不会，你记忆还好。真的太久了。我觉得失忆这个东西
好像没有办法改。我喜欢你把自己放到车子上去那个故事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那次很好笑，就是那时候我有开车子，然后呢，我们大家朋友喝完酒就想说，哎，你不要开车啦，我说没有，我睡车上。我就说让我睡车上，他们说好，你 OK， 然后我就去睡车上。然后我一到车上去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打电话，我就打电话说，哎，你们大通回来，通回来。他说怎么？我说我说方向盘被人家拔了，挡风玻璃都打破了。然后他们说真的假的？我说对对对，快走，快来！就他们哇，三台车过来之后一看，我坐在后座。方向盘，方向盘，我说没有了，你看，挡风玻璃了，去哪了？挡风玻璃了。是你在后座，我在后座在摸我的前面的椅背，觉得我的方向盘不见了，很荒谬哎。对啊，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喝酒不能开车，是啊。然后有一次就是更严重的一次失忆，那一次是我朋友生日，然后我们在一个饭店举行完他的生日宴会之后，大概已经清晨两三点，朋友一直讲说你还 OK 吗？我说我 OK 啊，那你怎么回去？检测检测，他们就在店门口帮我叫检测，把我送上去之后，送上检测之后呢，第二天的那天已经是三点多了，凌晨三点多了。第二天早上十二点，我在台北火车站门口的对面有一个活动，我要主持，所以我就很乖的，我就十一点多我就起来，然后发现我的手机也充电，包包也放好，那天参加 party 的西装也挂好，我说哇，我这个人现在乱有酒品的，改得非常好。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去主持，然后主持的时候，我经纪人在底下讲说，小马你今天主持好棒，其实是因为我酒还没退嘛，因为就很嗨，我就弄完之后呢，我觉得精疲力尽，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我就一睡到隔一天的早上的时候，再隔一天早上，我大姐打电话来了，她说。你前天是不是跟人家去喝酒？我说是啊，那个谁生日啊？他说你喝酒为什么会上警察局呢？我说怎么可能？我说姐，拜托好不好？我还替我自己夸奖一下，我喝了烂醉，我回到家之后手机也充电，包包也放好了，西装也挂好了，我隔天还去工作，我这个人很不错了。对，他说你屁，你去看那个苹果日报。我说苹果日报怎么可能会有我半个版面哦？我在松山分局的警察局在做笔录，然后我在那边。丢脸了，因为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上了健身之后，我讲不出我家地址，我只有说没有健身。然后他就听到民生社区，大概类似这样，然后就把我送到松山分局去。然后那天到底是谁送我回来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回到家来，那个手机充电充好，皮夹也放好，西装挂好。到底是远景做的还是谁做的？我到现在还你应该去问那个狗仔队啊！我觉得我掉入一股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深渊，因为我不知道那一段时间我去哪里了，那一整天的那个时间很神秘耶，到底去哪里了？那我根本不知道。然后外星人分局的朋友，对分局的朋友，这种就是接下来如果某处有一个死掉的女人，就会调查说你昨晚真的吧？因为之前有一个电影叫《最后大丈夫》嘛，对，拉斯维加斯那个，我跟你讲那个经验我也有，就是那种有一次我到澳洲去，我们就访问一个台商，他是做鲍鱼的。那我们整个工作行程结束之后，他就请我们到他海边的别墅去玩。那我们的旅馆呢，我们自己租的旅馆是在他别墅的附近。喝到最后我就。醉了嘛？醉了之后，我的工作人员就想说，那不好意思，就是扶不动他，把他放在那个大哥家的那个别墅的客房里面。他们就全部人就撤回旅馆了。早上起来之后，我在哪里呢？我觉得我有浴缸的一个制约，你知道？我每次喝醉酒的时候，我就会睡浴缸。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是在浴缸里面，然后拿着浴巾铺在我的那个身上，然后这样觉得很冷，然后就觉得很冷。空的浴缸。对，浴缸，我就觉得好冷好冷，我就起来说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一看那个柜子，完蛋了。因为尿在柜子里面，我给你接柜子，赶快走！我说，你们怎么会把我丢在这里？放水的话，你可能就会淹死在里面呢，还会被别人把肾给拿走。不是啊，就是浴缸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地方。他如果放在殡仪馆，他就会睡去棺材里耶，因为他喜欢那个被裹住。我喜欢那个感觉。然后我家现在新加的，可是讲这个小马，你肾还在吗？因为你去过那么多国家。在。然后我现在的浴缸是方形的，所以我就很怕说哪天我喝醉酒的时候我是坐缸的。因为我喜欢那个感觉，对对，我觉得好有安全感，对，就被裹住有安全感。所以你们可能喝醉被人家毒打一顿，你们都不知道哎。有可能。高山峰说你有个朋友，你们两个喝醉后，就你第二天叫他，他是鼻青眼肿，然后你没事。他没有鼻青眼肿，他就是眼下有一点淤青这样子。对。然后是你们两个一起去喝酒惹事吗？我没有惹事，就是他们别人来惹我们。怎么惹？
没有，一开始是我跟他肩并肩站着喝酒，然后呢，就是后来不晓得有一个光头外国人走过来，然后带着几个台湾女生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喝起来，你一杯我一杯，就喝一喝，那个光头佬突然从我们两个的背后吐了，就吐在，譬如说我跟李毅，就是李毅的衬衫上面，然后我的衬衫上面全部都被，那个老外竟然还说，那我再买一杯酒请你们，结果我就要揍那个人了。那在那个当下呢，我就被朋友拉住，嗯，说先到厕所，先到洗手间把衣服脱了，是换了，好，我们就两个男生就把衬衫都脱掉，然后拿那个纸手巾，嗯，就擦对方的背，因为太亲了，但是后来好感人的话，我了解那幅景象有点怪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就是喝在背上，你已经没有办法去。勾到那个背啊！对对对，裸上身吗？你们两个啊，裸上身，裸上身，因为我们两个都就是男生，就是穿一件衬衫，轮流在那边擦背，然后擦过来，擦到后面开始洗头了，开始洗头，没有，这时候有个浴缸多好啊，浴缸不行的。结果呢，那个洗手间在那个时候呢，又闯进了一个 A B C， 然后那个 A B C 也喝醉了，然后他就说他要擦一咖。他背，耶！你们两个，他说耶！你们两个怎么在干嘛？这么公开，对，然后就开始国骂，就开始，你们两个怎样子？然后我说没关系，擦背。结果是我朋友冲去打他，嗯，对。然后他冲去打他之后呢，发现那一个喝醉 A B C， 其实有五个朋友在拉他了，就是喝醉，想要赶快把他带走，但是不受控制。就他一那个 A B C 一被打了之后呢？就是那五个人也围上来，嗯，然后我就在那个厕所里面说，哎，不要这样了，进来擦背。你已经开始引咎了，已经引咎那件事。已经靠在厕所的门框上面说，这是因为那个而且还围吗？还把厕所的门关起来锁起来，哎，不要这样，进来擦背，锁起来。小马喝醉眼醉拳，孙国豪一喝醉就变脸。非洲发生几次很好笑的事情，有一次是在街头，很多年轻的黑人哦，然后就叫Chinese guy, little guy， 然后我听到之后我就很不爽的，然后我就干嘛？哦，我喊哦，功夫 ，come on，sorry。我那天就是喝蛮多的，然后那天就带一个Hugo Boss 有色眼镜，然后就一个朋友呢就把眼镜借过去戴，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拿下来。然后我就跟我就继续戴嘛，然后就有个女生拍我肩膀，我就想跟我讲话，然后很帅就爸爸。而且呢，我们那个时候在等，就是那个吧台经理送新的衬衫进来给我们。你闲着也是闲着，干脆把自己擦得更干净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换好衣服之后呢，我们班以为这是我们的。那个夜店人生就这样结束了。对，没有，我们要继续喝。就下去之后呢，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。但是隔天我就发现我的朋友，就是我刚刚说他淤青。我说你昨天没有被打到啊？你昨天一个人打三个，但是你没有重拳啊。对，我在里面叫你擦背的时候，我有看见呐。嗯，他说没有，因为后来我又打人了。啊？我说你又打人？我们两个不是一直在喝酒？他说没有，就是有一个人呢又要过来。要过来找我们旁边的女生喝酒，那我那个朋友是说 OK， 那大家一起喝。是，结果那个人呢，竟然完全不准旁边有男生的存在，所以呢，他就冷不防就给了我朋友一拳。对，然后呢，我那个时候旁边大概就是从好好算起到那个小马是战场，然后我还站在那边喝酒。就其他人打乱七八糟，然后我竟然不晓得。还是你去那句话吗？好了，过来擦背。没有，已经擦完了。你们那晚 schedule 很满呢。就是有人要一直打架，对，就一直在打架，很奇怪。还融合了浪漫爱情故事。有那么一点男的那个情愫在里面，爱情动作片。对，但是就是我已经喝到不记得。所以你们喝醉以后打架不是常发生的事。好像比较是孙国豪的 style 吧。以前啦，以前比较冲动啦，然后比较就是那个有上报吗？好像有一次有手包石膏那个。手包石膏是更之前了，断手是更多年前了。那打官司的是前年的事情啦，都是喝醉发生的事。没有三次鼻子还断过，鼻子断是因为李永贤那一次，最早之前被摸嘛。对对对，可是你有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是跟太阳眼镜有关，
那个很丢脸吗？那真的很丢脸。那发生很多年前，然后呢，在小康哥的店，然后呢，我那天就是其实喝蛮多的，然后那天就戴一个 Hugo Boss 有色眼镜，你知道吗？就自以为很帅气，然后就一个朋友呢就把眼镜借过去戴，就去戴了之后呢，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拿回来给我，然后我就那我就继续戴嘛，我也没有注意嘛。那你也知道小康哥的店其实很黑嘛，是。我今天把这眼镜带来，好，我示范一下啊。怎么了你？那天呢，我就戴眼镜嘛，然后就在 bar， 你知道吗？就 bar， 但喝酒很帅，然后就有个女生拍我肩膀，就想跟我讲话，然后很帅，我就，好有点哎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他就说你喝瞎了，我说。还好，有点醉啊。然后他就比一比我的眼镜，比一比完之后呢，他就走了。走，然后我就有点纳闷，我想说，我怎么了？我讲什么对吗？對，然后结果就看，哎，为什么一边比较暗，一边比较亮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怪怪的哦。然后就拿下来看，哦，谢，然后我就丢脸了，丢脸了，搞坏了是不是？对，我朋友就戴了之后，然后镜片掉了，然后就掉到地上。你应该要退出夜生活了耶，这么丢脸啊！我说你应该要退出夜生活。还是那女人误以为这是你的特殊、啊？你应该把他追回来说 ，Come on， 我是故意的 ，OK？ 对，丢脸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后来都不敢去小康哥的店，我都往别的地方跑。好，不会感觉到有风进来吗？没有，有烟啦，有二手烟飘过来，这样子有点刺刺的。你们真的很不怕丢脸，你们这么多丢脸的事情都不会因此其实丢脸很多，喝酒丢脸。丢脸的事情太多，我觉得我是在我朋友家，我朋友家有个按摩脚的，就是你放在沙发前面，你可以把两只脚放进去，他就滋滋滋按摩脚。然后我喝醉酒，他们就把我丢在那边，然后就我因为我觉得那个很舒服，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那边这样滋滋，然后就按摩按到我睡着了，你知道？然后睡的时候，我就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发觉说，我就把裤子给脱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在马桶上面。然后我就整个裤子都忘了，我想说遇到一下情绪要上厕所，然后我就继续睡，然后就一直睡，然后我朋友就出来，他很口渴，就出来喝水，就说：“哎呦，你在干嘛、啊？你把裤脱下来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到厕所来干嘛？”我还问他说：“你到厕所来干嘛？”其实是太舒服，以为是马桶。真的常常醉到不省人事。哎，你喝醉会打给牧师吗？会。而且我喝醉酒，有一次我喝醉酒打给牧师的时候，我自己在喝醉酒打给牧师的时候，我还自己在那边翻圣经，都翻到一个那个箴言里面讲说，不要以饮酒的人为主。吓死了 ！Oh my god！ 赶快讲，赶快讲，吓死了！哎，李毅，你有喝到？手机被摸走吗？对啊，我那个那是醉倒在哪里？超丢脸的，就是我醉倒在通化街的路边，鹿岛客。然后因为我都吃海产店那一种吗？不是，我那一次是因为我就小康哥也是去小康哥的店，你知道吃宵夜吧。然后就那一天就是男生这样子，然后兄弟会一直喝宵，喝完之后，因为我是很爱面子的人，我不想要让大家看到。我吐啊，我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一直讲说，我没问题，我可以。朋友他说，那我陪你坐健车。我说没问题，我家地址在哪里？哦，通化街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讲。就我朋友看我也蛮正常的，然后我一直说我 OK， 然后我就坐上车。就谁知道可能比如说我是要去200巷，但我可能讲成230巷或240巷。嗯。那可是没有那个巷，那司机又找不到，然后一直可能来来回回，到最后我自己醒来的时候是怎么觉得有路人在围观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起来看到。这不是家里附近的那个地方吗？我就爬回家。那爬回家之后，一到家里面，我就看到我那时候女朋友从房间冲出来，然后生气发飙说：“你到底去哪里了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啊。”我说：“我就喝完酒之后回来，然后我刚刚好像在路边醒来这样子。”嗯，然后我就一摸，哎，钱包还在，但手机跟我的帽子都不见了这样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我就说我的手机耶。”他说：“当然不见了。”他就给我看一个简讯。就是有一个人传一个简讯，用我的手机传简讯给他说，请你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。就是他的手机我拿走了，你朋友醉倒在路边，然后拜拜。啊，这么坏，这个超坏的，你知道吗？还写给你、啊，对，他说，你不要再，因为我女朋友一直打电话给我嘛，然后他说你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，然后
他醉倒在通话机的路边，手机我拿走了，拜拜。买好坏哦，哇，这好恶心。我喝酒的时候会有一个现象，买单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一个人住，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一开我的房门的时候，我吓一跳，说昨天谁来我家吃东西？因为到处都是吃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去买很多吃的回来自己吃，我都不知道。然后还有一次是那个坐计程车，然后坐很近距离的计程车，然后我喝了有点醉，就说就要再刷他到一个地方，大概差不多才三分钟的车程。结果我就上计程车之后，我就说哎到什么地方去？然后我就睡着，然后那计程车就说哎怎么那么怪？然后已经一到，他就叫我说哎先到了。我说你又不要开那么快哦。你又不要开那么快，坐不坐？其实我刚刚跟你讲，就是我可以跟你当好朋友，因为我也是，我家旁边的 Seven 能开这么多年，也是因为我常光顾。像我去，我喝醉酒之后比较经典是吃胡椒虾，就是我可以把好，而且我买六种不同的口味的胡椒虾，然后我还吃了之后把壳剥一剥剥剥，我还知道说垃圾要分类，我还把壳是剥在同一个桶子里面。可是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客厅是干净的，因为我全部放在冰箱，就我一打开冰箱说，我冰箱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桶的胡椒虾？而且壳归壳，肉归肉，都归了好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。完完全不知道，我就一个人回到家，一直吃，吃到还把桌子弄干净。这如果被拍下来，不是很恐怖吗？好像鬼片哦。就是有一点点那个事，然后我就一直想说，是不是要多吃一点银杏？你要讲那个你说你在南非被警察酒驾临检那一次？哦，酒驾临检那次是我南非的一个台上的儿子，他知道我们难得去南非录影，然后录完之后讲说，小马，我带你去看那个上空秀啊。然后我就开车，然后一开很远，你知道，开了一个小时，然后开到台中一样。终于看了上空秀，时间也差不多。我说第二天早上我要早点，我六点多要起来，我要录影。走吧，我们就走吧，我们就喝醉酒。然后那个台上的小孩就开车开，然后一到约翰尼斯堡交流道一下来，他就紧张，因为前面有个黑人在临检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说 ：“Oh my god， 我喝醉酒怎么办？”我说 ：“Don't worry, keep going。”然后那个车就过去，你知道？然后黑人就 stop 就过来，就把车都摇下来之后，手电筒打开看，license。然后那个我的朋友就在急忙在那边找 license 的，我说 ，Do you know who I am？ 好丢脸耶！对，我就对着讲，我说 Do you know who I am？ 然后那警察就突然间 就愣到，然后他就看讲说哪位？对你生气 ？Sorry, who are you？ I don't know。警察就一直在他自己就笑了。还有一次在反正在非洲发生几次很好笑的事情。有一次是在街头，那我们吃中餐的时候啊，吃完中餐他有两道铁门，吃完中餐之后我们到外面去跟摄影师，我们在走廊上就是街道上聊天，旁边是一家音响器材，就是卖那种汽车音响，年轻人都聚集在那边，很多年轻人黑人哦，然后就叫哎Chinese guy, little guy， 然后我听到之后我就很不爽，然后我就很冷静的把我嘴上的烟这样放到地上，我就弄到的，我就这样 ，Come on， 哦 ，Don't move，Come on，Sorry。Jet Lee, Bruce Lee, Jackie Chan， 他们的印象里面就觉得华人是会功夫的。那那时候我的机智白就我就，你还要弄下巴不是？哎、欸，你那天是不是没有戴帽子？你帽子是不是脱掉的？对对对。哦，讲到这个帽子脱掉这个事情，你刚刚讲到一个光头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更扯，那次是我跟我的好朋友在喝酒，遇到桃子姐。然后桃子姐，我很醉，我看到桃子姐，我好开心，我说桃子姐好开心，然后我就喝酒，然后突然就看到旁边一个人，就说看到他，我就嘿，我跟你一样哎，大光头，就是谁你知道吗？王志斌老师，丢脸，丢脸，心里就会讲说你醒一醒啊，那是王志斌老师，我都大光头啊。离开唱片界了，真的喝醉了嘛？好了，推荐李毅的卤味开始沾配，试一下，然后配闪钻机一起会有新的，谢谢一家人，一家人 ，OK， 甜不辣？难怪你们这个团体你要吃辣的话，真的辣椒超正，不辣，那辣椒超正，有那个味道很香。我刚刚吃的豆干，我觉得豆干很酷，而且完全不加防腐剂。来，很好吃啊！我现在没骂吃这个东西。完蛋了啦！乱讲了，祝福你们成功，太严重了。